你好，我是 Billy， 今天是2023年的9月1号，今天跟大家聊一聊，公立医院也开始裁员了，大下岗又回来了。2023年9月1日，红星新闻报道，陕西旬阳市人民医院，这是一家公立医院，辞退了12人，都是年满44岁，在医院工作多年的女性。他们原本是该院的护士或是医技科室工作人员。旬阳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表示，这些员工年龄大了，无法胜任一线工作。陕西旬阳市人民医院辞退这12个年满44岁的员工的依据是什么呢？依据是旬阳市人民医院聘用人员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，以下简称聘用人员管理办法，规定已取得中级职称的执业医师、特殊紧缺岗位的聘用人员，男性满60周岁，女性满50周岁不再续聘，其他各岗位聘用人员男性满55周岁，女性满44周岁不再续聘。该文件显示于4月28日印发，并标明抄送旬阳市卫健局。看到没有，一般工作人员男性满55周岁，女性满44周岁就不再续聘，你就回家吧。这些被辞退的员工在终止劳动关系时只拿到了1万多元到2万多元不等的经济补偿金。这就是2000年左右国企大下岗又回来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私企一直可以随意辞退员工，就连互联网大厂也是35岁就被优化。因此众多国人开始热衷于进体制，考公务员、考事业编，就是认为公务员事业编可以干到退休，不用30-40岁就被撵回家。当年大下岗也是国企大下岗，没有乡镇企业大下岗这一说，大下岗只适用于有编制的人员，而且在国人的认知中，这个编制就是铁饭碗，可以干一辈子直到退休。而医院是属于事业编，最近几年毕业生热衷的职业，有地位，工作稳定，没想到在现如今的情势下，这些医院的员工饭碗也不保，也被辞退了。虽然这次被裁的属于编外人员，但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，下一步被裁的就是有编制的，比如人口大幅减少的县乡镇，很多西南西北省份正在缩编，减少岗位，现在大量编外人员被裁。随着财政的继续崩塌，政府没钱，那么编制内也会被裁掉，医院也属于需要政府补贴的机构，虽然医院也自己赚钱，没有了政府补贴养不起人，那就想办法把人辞退了。最近几年新入职的大学老师都是合同制，早就没有了编制，只有一些入职早的中老年教师还有编制，还有新入职的护士也不再享有编制。这就是医院和高校为了以后做打算的，合同到期若不再需要这些人，就可以让这些人随时走人。公立医院的护士都变成了无编制想裁就裁的可怜临时工，整个社会一到中年，正值上养老下养小的时候被失业，拿什么去养家？这和当年国企大下岗有什么区别？当年下岗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，最后逼得不得不街头摆摊，甚至女人去出卖自己。有个沈阳下岗工人，因为给孩子买不起运动会要穿的球鞋，又被老婆数落，跳下阳台自杀。在这个新闻下面，有个叫袁守守的网友说，我领导先是不给哺乳假，后面又不给育儿假，就一句话，有能耐调去给你放假的单位。这就是变着法的在赶人，不要口诛笔伐这些领导，这些领导也没有办法，大环境摆在那儿，整个经济形势在恶化，很多省份的税收、卖地收入下降 30% 左右，甚至腰斩，没有钱，你让这些领导怎么办？他也只能裁员，以求让医院、学校或者企业活下来。当美国的产业链转移，当年的五大湖重工业的产业带没有了产业之后，没有了产业，没有了工厂，那些人不也得回家？好在美国经济比较强大，政府还能给这些人发点补助，但是现在美国的财政也养不起这些人了。中国之前一直用把老百姓锁在地里的方式，
几十个人干只需要一两个人就能干的农活，来低成本的维持老百姓的温饱。只是后来改开，尤其是加入 WTO， 有了众多的工厂，中共才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，让他们去厂里打工。而体制内也因为经济的增长，尤其是房地产的发展，政府卖地收入的增加，日子变得好过，人员也大幅增加，这些都要拜改开和加入 WTO 所赐。现在产业链在撤出，房地产熄火，这一切不过是有回到从前，因为根本没有那么多就业岗位，政府也没钱，因此各行各业都会大裁员。只是这次陕西旬阳人民医院开了个头而已。有的人问，40岁以上的护士业务能力、工作经验、人际沟通能力都很强，为什么不留下来？这是病人的损失，可以让老护士从事护理带教和疑难护理项目的工作，为什么不好好发挥老护士的长处，为护理工作保驾护航呢？因为一是年轻人体力好，能干，能加夜班；二是听话，年龄大些的就是老油条，领导有些支持不动，工资还高，也加不了夜班，再有知道的小秘密也多，因此就把这些人先裁掉了。再有不排除被裁掉的护士很多都是在产科工作的可能性，毕竟生育率低下，医院就医需求迅速减少，上面难以给医院补贴，现在需求减少比别的科室更快，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。既然开源很难，那么只能节流，产科会首当其冲。当然原新闻没说被裁的护士涉及到哪些科室，咱们也没办法自作主张下结论，以后更多小县城的医院都会这样做，大医院非重要岗位也会如此，还有学校随着出生人口的减少也会加入到裁员大军里头。2000年左右只是国企大下岗，公务员事业编是可以停薪留职的，但是这次就没这么好运了，这次是公务员和事业编，当然也包括国企央企，通通都要被裁，也就是下岗，因为经济大萧条下没钱养活这么多人了。大家说一下，第一个啊，大家要记住的，华为的老板是华为公司背后啊，他有两个官方的爹，就是总参二部啊，他就是一个军方的情报部啊。任正非当年就是他那时候天天给我的朋友啊，还有那个是那个军队的领导啊，去搞农场啊、游泳池啊啊，在那块那个在三部那个地方，在西山那干啥，我都太清楚了。他的发家我也太清楚了，他就是一个100%的中共打造的一个科技蓝金黄，和对西方战略上，特别是5G 啊，还有整个通信系统打造了一个征服世界的这么一个平台。说他亲爹绝对是共产党的情报部，也就是共产党。好，我先给我们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